可以充能还一发秒人的枪，你玩过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洞央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下挂配件。哎，不是说枪吗？对，但是没有这个下挂就不能一发秒人了。它就是，你可能看不懂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直接给你看效果。这个人直接没了。注意我的子弹数，我们再来一次。有挂机的，你看我的子弹数并没有变少，并且这两次击杀，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，都是伴随着小闪电。没错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法罗电击小子玩法。我们只要装备这个透明配件，然后去基础设置里打开快捷出刀，当你靠近敌人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这样的标志，点一下就能射出闪电啦。下面就给大家欣赏一下十把电击枪的大混战。快看敌的了，琪琪！完了，四个人追我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个狗！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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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嘛？洞央 over。